这个还是老板给我们留下的。也是老板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是租好了皮划艇。啊，酷！耶，卡在这儿。OK。你坐前面，坐前后面。我坐后头，你坐前头。对。你把你把那个救生衣、穿上呀、对，这两个放到这就好了。好，我俩准备划着皮划艇到那边去，对不对？走远一点，这个多有感觉啊，这个一小时是两小时是300块钱，300铢。那我先上去。OK， 放在这儿。哎呀，好 ，OK。Recording. Yeah. YouTube. 啊，yeah. 拜拜。啊。哎。这个可以吗？怎么感觉？还行。哎呦，沉默可以啊。我是谁？划过这个。我那时候在维多利亚湖划，那是净转圈圈了。今天我怎么把你带上了？我俩的目标啊，哎，我们直直的往那边走，到那个角落那儿啊，再翻过去，我们去那个猴子湾。渐渐的远离了。我觉得我滑是不是会增加你的这个阻力啊？就是方向。没有啊。我觉得你控制方向比我好。我是左边，你就右边就可以了。啊？我是左边，你就右边。对，我就害怕我滑，你看我一滑这个方向就不对。行。啊？我。啊，像同步一下是不是？对，同步一下，节奏一样才行呢。哎，我操！确实啊，这一个人滑方向就对的，两个人滑方向也是个事儿。哎，可以，很快的。可以吧？对啊，我们两个还心想呢，我俩得滑半天。没想到我俩这速度还可以，没有那么难，现在不是那么晒，对，稳着，不要乱动啊！现在一点点难，这红牛呢，还有香蕉，主要原因是想着找个地方打窝子，看能不能把鱼骗过来。当时打包的时候傻了，把无人机放到最底下了。保持，先放东西。要不我把这个小箱子扔进去。干啥？保持平衡是吧？没，不用，怎么转呢？行。这样可以。让你转过来就是对的。放心。人有多大胆？有胆量就有产量。我感觉你这个无人机今天可以报废了。报废？不要说我乌鸦嘴。报废是不可能的。啊，这是我第一次在皮划艇上折腾无人机。过一会儿啊，就是说白了，为啥我们无人机放在这儿拿手去抓，知道吧？起飞倒容易，就是降落的时候，可能要费点事功夫。电池按了，看一下，你先帮我拿下这个，对，拿好哦，别碰镜头哦，先一点点，拿下连手机，这个地方真的是不好操作啊，手机呢？手机，起飞。调整好姿态。有跟踪的是吧？没这个跟踪的，这个版本不行，太 low。先拍几张照片给我们。
考虑了一下，还是低调一点。就在这个岸边上，哎呀，把无人机回收了，哇，现在已经装好了。你俩这边是有一些石头，还锋利的。胡大哥，哎，这个有自个儿的这个皮划艇真舒服。来，你看你扣着以后，把这扣到那个上面，卡死。对对对，扣到后边，扣到后边吧，还是扣到后边。这个香蕉有用吗？这个打窝子，我们这个香蕉是拿来打窝子用的。打什么窝子嘞？就是吸引鱼。然后我俩还有这个浮潜，知道吧？好，小心小心。啊，有鱼吗？引过来了吗？哇，太小了，这个不够看的。好，我转过来。对，你转过来吧。我加个力，然后想办法。咱俩先。这叫什么搁浅，知道吗？慢一点，别翻了。好像出不去啊，这个。你还是下去一下，稍微推一下，对。我稳着点，什么会滑？要是前面那个人不会滑的话啊，就打转转。好，行。我就不太会滑，我那时候在维多利亚湖滑，我竟在湖里打转转了，知道吧？这个。装这个逼还是要靠实力的，知道吧？好了，等一下啊，走，我们绕过那个弯，然后去猴子湾那边，走，去那个猴子沙滩。我俩就在这个沙滩登陆吧。对，朝左拐 ，turn left， 对，打个左转向，对。你往那个妹子那个方向走啊？对啊，那边有个美女，也是划了一个小船，是不是？过去打个招呼。她应该是坐船过来的，那边有一艘船，估计自个儿带的板儿，也是租的吧？就这边。她这个板儿好玩儿，她这个板儿不错。对。啊，我们先登陆再说。登陆，好，加油，抢滩登陆。哎呀，好的，上岸上岸，谢。等一下，往那边拽一点，我操！这个岸上好浪，浪好大。好，我先下来，再往上拽。哇！哎呀，拖上去。
陈船长又拖着船，我俩在这儿没打窝子，没吸引来太多鱼啊，不如昨天这样吧。我俩还害怕我们的香蕉被猴子偷了呢。哎，好，现在准备往那边滑，然后再绕一圈，看一下也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小心小心啊！哎，好好，我等一下，哎，慢慢上，慢慢上，对。哎哎哎哎！哇，天哪！可以可以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还没上呢，我还没上这。我操，你这去，你得看一下副驾驶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走，起航。哎，哎呀，你把你那个船给我。好，给给给给。好像我俩遇见了个难题，就是如何离开。把你那个解说。哎呀，得加把劲儿才能离开这个岸呀！OK 了吗？好了好了，离开了这片礁石区域了。哎呀，这没骗来太多鱼，那亏了好几根香蕉，真的是吧？昨天的50株买的香蕉干出了50000株的这个特效。你看人家这一家人，他们包了一个双体的船。对，这才是真正的有钱嘞。哦，你看这里，我去，这舒服是吧？哦，好漂亮。落日之前，哎呀，我俩总算是回来了。现在要退潮，对。哎，哦，你走这条道是吧？哎，我们先回去。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，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。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，点击进入，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。大家记得点赞哦。